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你们竟然敢用这种手段！今日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从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 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